最近其实今年在刚刚拍完了一部戏，然后还有就是参加了一个真人秀，对，去尝试当爸爸，这样哇塞，真的是、哦、当爸爸感觉怎么样？哇、哦，度日如年了，短短的一个月，真的是，我相信可能有孩子们都会了解吧，就是，我以为我是很简单跟孩子玩啊，对啊、嗯，后来没想到被打脸啊，被骂脏话啊，然后就是各式各样都有，所以其实也还蛮，但是我觉得学到很多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节目还蛮有意义的，对，大家可以稍微支持一下，不过支持之余不要忘记，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个，哎 ，DVD 啊，对对对，那你在这边，哇，我好高啊。康乐哥，我来听你了。我时常跟你说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说我丑陋没有用，我不记得阿斗。我时常跟你说，你不懂我不说，需要精彩，要刺激，世界不能没我。我时常跟你说，你看着我，就要精彩。我时常跟你说。说要精彩，要自己，世界不能没有我。唱跳歌手。哦哦哦哦哦。那是大笑，那是那是 Thank you so much。罗志祥。